是来自福建三明的廖亮珠。Hello， 我是台北人。给我们的感受就是非常盛大，非常多新人一起在集体婚礼。那我们也是第一次体验，厦门有土地公庙参拜，小朋友他们也参加了爸爸妈妈婚礼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。第二次我觉得蛮有意义的，而且呢，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两岸之间心灵的沟通。那对这块土地有非常深厚的感情，我们对这个活动也还是很期待，希望明年能够继续参加，以后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。